533是小慢车，是从浦城开往盘子花南方向的，沿途停靠27个车站，票价最低是2元钱，最高票价是25.5元。我们这个小慢车很特别，我们的鸡鸭鹅猪羊都会上我们的车。我们的三三四这个小慢车啊，特别经过了改造的，主要是为了老百姓，一个是出行方便，一个是赶街方便。我们这个车也叫一个流动的市场，1到3号车是学生的学习车厢，5、6号车还要介绍晨昆风采，11、12、13号车是流动的街市车厢，老乡的什么鸡鸭鹅蔬菜水果都在车上进行交易。现在进入春运期间了，浦城到西昌这边客流都比较大，这边沿途的老乡他们的农副产品啊，包括家禽家畜都会上我们的车拿到冕宁或者西昌去赶集去卖。